大家好，今天做丸子吃，红薯丸子还有胡萝卜丸子。你这是发现你为了配合做丸子啊？哎，也整个做丸子头。哎呀，配合吧，配合吧，咱知道有的给你打的做丸子。给你做袜子也太便宜了，你别了，真的那个重了。再来看薄寒来红薯都香个屁。我是，烧红薯做的老了，好巧，好巧又好吃。不是，我准备是做蒸袜子，蒸袜子。你说袜子还有蒸的肉了，这说的。你是不是这红薯跟这红萝卜都处理不了了，倒把家都是。太肥了。他这个真有意思，你咱们这一咬锅包应吗？我咬我就不是小强的来吃了。哎呀，完了洗手了。完了洗手了，你吃了。第二份跟食用油是决定了做个肉丸子比较香酥脆。有，嗯。最后加面粉。你瞧多配合呢！我给我烧烧了似的，我都是撞了我自己就横不动的样子。本来就不动。然后下下穿你的状元。我真舒服了。嗯。更多。你可不能给你偷吃啊！啊，我偷吃了。他喜欢吃香蕉，俺喜欢吃西瓜，西瓜吃。热天才能吃，等它冷了。人家都是放了糯米粉，嗯，到底放了面粉吗？糯米粉呀，面粉脆。有意见。没什么意见。我是陕回弄的糯米粉，不是一家楼。这剩下吃了还有一家人，我就会。说的比唱的好听。你这人包着油不当一碗，是不是觉得咱俩给你照干照湿的油了？不是有点下少了。这就白圆的嘛。奇形怪状的啥都有。熟了呢？熟熟了，好吃。我觉得没有辣辣好吃。就是下的香的，就是形状不好吃吧？这个劲大呀！嗯。真会吃你！你装完了就有了过年的氛围。哦，那今年再下过年。我肯定会辣椒。能开发了。咱一个吃完人会都喝，我最喜欢吃豆腐。银川的醋溜白菜了，这就吃吧。来吧，你都利用下来吃菜来啊！冰炒了，叫我吃吧，你赶紧吃来吧。我就嫌你炒死，我炒干净，我冰炒了。喝了两家味了。是啊，你吃饱了，你叫我冰炒了。我还敢吃。哦，哎，让爸爸吃点白菜。哪能吃点肉了？那你吃了。想吃我吃。嗯。还是得多吃菜呀、啊。那样子就。你吃多了有种的东西，后来吃多了不放啊。还说炒了吃。这玩意儿要炖到回山的。白菜，白菜，白菜。嗯，白菜也好吃，酸甜可口。哼。
天哪！忘了妈妈要瘦了啊，都多吃菜，不然两份菜吃了。嗯，我爸爸吃的。嗯，成了。俺这两种可能吃了两道菜。你给爸爸送着吃吧。是给娃子吃的抢手菜了。